点击右上角即可关注。很多人都不懂得便秘是个什么概念。便秘是一种肠道的消化系统和排便系统出现了故障和病症的一种情况，也就是一种疾病。临床上的表现就是大便干硬，排便的时候很费力，而且肛门还带有很痛的感觉，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大便带血、肛门带血，长时间下去还会造成痔疮的情况出现。便秘的前兆就是肚子痛，但是请注意，并不是肚子一痛就得了便秘了。肚子痛一般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肠痉挛，这种一般是身体的自然情况和现象，属于身体器官日常工作的一个小误差。二、拉肚子，腹泻和拉肚子也会造成肚子痛，这是因为肠胃里面的环境被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所导致的。三、便秘，便秘就是因为肠道里面的胃分泌液和水分减少，还有一些人乱吃乱喝，导致肠胃的蠕动能力和盆腔张力不足，导致肠胃出现了便秘的情况。有些人只要是肚子有个疼痛，马上就要去药店买药，根本不管自己的肠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有时候的胃痛一下可能只是一个正常的小痉挛，并无大碍，但是你胡乱的吃药，导致肠激素和盆腔的控便能力发生了变化，从而造成真正的便秘和胃痛，让你十分痛苦，而你还浑然不知。怎样区分真正的便秘？医学上认为，一周内大便次数少于二到三次，或者二到三天才大便一次，粪便量少且干结时称为便秘。医学上的便秘是临床常见的复杂症状，而不是一种疾病。主要是指排便次数减少、粪便量减少、粪便干结、排便费力等。如果排便的时候还伴有很痛的感觉，那么基本可以确定为你的身体出现了便秘，要小心了。便秘会导致肠癌，便秘是因为肠道的润滑液和盆腔发生了不正常的变化，以及人的情绪造成的，而停留在人体内的便秘会加重肠道毒素和细菌积累，同时也促进了幽门和其他一些对肠道有害的滋生，加重了人体肠道的病变。而一旦人体的肠道和胃经受了不良的长时间的刺激，就很容易发生癌变的情况。但是医学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便秘会导致肠道癌变，反而是大肠癌和胃癌的前兆就是便秘。也就是说，不是便秘导致肠癌，而是肠癌导致便秘的情况出现。所以一旦你的身体出现了便秘的情况，就要小心了，有可能是肠道癌变的情况。想要预防便秘，可以做好这几件事，让便秘远离你。多吃水果，水果水分大，富含维 C， 很多水果都有通肠润便的作用，因此想要避开便秘，平时一定要多吃水果。水果可以充分的缓解人体的便秘情况，还可以补充营养。黑桑葚，便秘连根拔起，肠胃不再堵。偏偏很畅通，中医认为黑桑葚对于便秘有着很好的功效，因为黑桑葚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锌元素，具有生津止渴、促进消化、帮助排便的作用。适量食用黑桑葚能促进胃液分泌，刺激肠蠕动及解除燥热，还可以消除肠道里面的便秘，将肠道毒素排出体外。实验证明，黑桑葚含有大量的花青素，花青素是非常强效的抑菌剂，它可以防止细菌粘附在胃壁，抑制幽门螺杆菌生长，因此具有良好的抗菌、抗病毒、抗炎以及增强机体的体液免疫功能等药理作用，对于胃炎、胃溃疡形成的陈旧性病灶有愈合平复的神奇作用。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o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仅 PGC 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oration None PC 两视星 PGC card box sizingBorder box, high 164px, border, epsilid 仅1818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94px12px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ut,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psilid 18818, height,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G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Kit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transform, translated, 50%, PGC-content-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22,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wrap, PGC-content-d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4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c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 2,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GC-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F85959, padding top, 18px, line height 1cm, PGC-card-bu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140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GC-buy-text padding top, 10px, PGC-icon-buy, height, 23px, wid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0, static.com.pgc.vrpgc.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4da, png. 使用方法，一，黑桑葚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泡水喝，每天吃一到三次即可，每次吃五到十五粒即可，由于大补，吃多了可能会上火。二，桑葚糕，取成熟的黑桑葚，泡水，然后榨汁，静置，滤过，绿叶浓缩成稠膏，等量水稀释液的相对密度 1.168 到 1.173， 每稠膏350克加蔗糖615克的转化糖液适量，搅拌均匀，浓缩至稠膏状，制成1000克，每一克含桑葚膏 0.35 克，本品为棕褐色稠厚的半流体，气微香，味甘，微酸，功能补肝益肾，消除便秘，用于头晕目眩、腰酸耳鸣、血虚便秘、遗精失眠。最后记得收藏和关注我，将文章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吧。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